接下来请收看林家温家怕烂家，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不过呢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发现什么？他就变正常了。啊，高云盼小弟了，这正常啊。嗯、哎，也不是啊，小弟，你没事，你没事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哎哎，拜托哎，你要把那瞧的也瞧下没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文成乱涂他的话，所以国荣啊就生气。国荣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了，你高兴还来不及了，你怎么可以打他呢？那我认为啊，蛋姐，拜托哎，你个代志讲较清楚一点嘛，会使不？那我问你，以前你有没有看到过国荣打人呢？可能不看见呢。这就对了，以前呢，国荣啊被人家欺负，被人家骂，就躲到旁边就哭，一点反应没有。现在居然要反击了，这就表示啊，一个孩子很正常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！啊，对，我想起来，这之前背后，我跟天才两个玩家时阵哦，果然拢为天才无为我呢。啊，我知影，伊这种无正常的行为，对伊来讲，就是开始要变作正常囡仔，对不？你的意思是安尼是不？是啊，哎，不过我得提醒你啊。自从天才叫国荣画画以后，国荣才变正常的，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天才的哦。哎呦，真好，国英啊，你变正常了没？国英真好，变正常了。那还是妈妈是。哎，文成啊，你把哥哥的物件你往外口内乱吵吵啦，我无拍你了就好，你搁底下吵。妈妈是。哎呦，哎，你这个做妈妈的无辜阿爸，哎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说喜欢就喜欢，让孩子无所适从嘛。哎，你就好笑呢，你还讲没事干，你两个老辈啊。其实有时候根本就是你只是没有感觉罢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对不起嘛。哎，不要拿我当小孩喽。啊，你代志准备得安怎？都安排好了。阿坤呢，叫你把文成啊送过去。国荣的辅导老师说呀，帮你带到晚上11点钟。啊，你怕生提安什么提呀？等。
等你呀、打扮好了之后咱们再走。我的妈呢？拜托拜托了，你打扮打扮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天才他妈是势利眼的。那你安尼先讲，我先等到我想要去。啊，等我去给你办到哈。哎呦，师傅，肚子疼了。哎呀，忘了消毒毒，等你爸爸妈妈见了面以后你再出来好不好？拜托拜托拜托。你是跟谁讲话啦？没跟谁啊？那这怎么又不疼了？哎，这没大事呢。那就快走吧。哎，你不换衣服，那个头发就得梳一梳吧。好了。是的哟。好。他给你了。我的手机的吹哦，弄不坏人嘞。俺面前嘛头家阿贵在讲哦，讲阮少爷可能去台北吹头路啦。你唔免安慰我，我嘛知影你咧骗我。但卖面迄头家阿贵，伊为着要赚咱的钱，规工安无用气差。伊要来知影，天知是毋是去你找头路？唉，我若想到我生了他们家这个囝，有生敢若无生，那想搞不好。不是来找你添灾啦！啊，恁阿婆是？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不是阿婆。不是。哎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叫赵德柱，我们是从台北来的，这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地方。哦，阿恁我知呀，你赵德柱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爱农村的吗？对了。啊，你秀英哦，我小呀。阿爸，讲你的代志，阿天，不要了，来来，喊讲喊讲，来讲，先讲，你来讲，谢谢哈，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哈。哎呦，高兄，站得住，这金厝那价多少钱？这水，你开始啦，哦。请坐啊！坐坐坐坐坐，好坐坐。哎哎，对。哎，秀玲家就大汉了哈。秀玲越来越漂亮了啊。嗯，那当然喽，住在我这里，吃的正常，住了又舒服，我才能对你爸爸呢哦。安尼有一顿家中，唔捌食过一顿饱啦。哎，我跟你两个看起来，你是咪结婚啊？哎。哇，关键不多，你这一段是你弟妹生啊？不，我们两个人没结婚，我们是我明白了，您今天来是要包厢吃喜酒，还要办这种亲事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哎、不对，这是我这肚子孩子不是我的呀？啊，你哪呢？你是来找我天才喽？哎，对，问天才哈、哦，哎，咋了又跟我读册啊啦？到国外读书了。哎，你刚袂讲，你八多来迄个那是阮天才吼？哎，对，这肚子的孩子，这出面讲，是下面面讲，这已经来了嘛？哎，我给赵哥，赵哥，下完功夫都出国去读册呀？你搞点伊。你就当作讲，
我没来过这个所在。不，停手！哎呀，啊，哎呀，走走啊！快快到酒店！这改天跟以前跟他不同款，跟他不新鲜呢。怎么在这个节骨眼发生？那怎么办呢？老太婆，我跟你讲，不但换了没办的啊，天才回来以后啊，你告诉他，买过再讲啊。哎不。哎，老太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他讲。哎，老太婆，我赶紧告好，这肚子孩子是天才的呀，等天才回来以后。那岁是我头望，无论春秋看你看。这肚子孩子是天才的呀，等天才回来以后你跟他说。兄弟，哎，你俩来接了，先照相。哎呀，没时间说了，他就要生了，这附近有没有妇产科医院呢？有啊，就在前面呢，我送钱过去的。对，送啊。不是我们，是你们两个人呢。我们呢，快走吧。小弟，你敢不是爱一个查甫孙？你出来的贡献，你把你个计算要先最近啦。啊，村长哦，啊，巴肚里迄个囡仔哦，啊，真正是阮少爷爷。啊，你无讲生囡要来用伊啦。啊，把你若生一个查甫仔哦，干脆当做伊心愿。哎，你敢未确定伊生出来一定会查甫的？啊，都要未生哩，变哪会知影啦？但我也毋是医生啊啦，啊，也毋是仙啊啦，我是讲可能啦。呀，哪里是？咱这帮光棍来变个看。好。我即摆第一个办法回答你，三福平安顺吉，无代志，比谁给您挂记，状况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好，你叫唔对啊，唔是生查甫的，阿太太，真是嘞，恐惊你还阁加一个查甫孙啊。来，掏给你，掏给你了，来。掏给你了，啊，你是来学校做面试的啦。啊，你嘛，我是有，哦，我老弟哦，我伫你遮已经了数十年啊啦。我对你这真尊重，而但你嘛知影呢，甲我讲几句话哦，建议话好无？无需要啦，我知影你要甲我讲什么。老实讲，迄、那个囡仔是毋是阮天才的种？我即摆阁真嫌。哈尼侪拄好，阮天才刚刚才到你一班啊，都叫唔醒，迄真奇怪啊呢。我咧想讲哦，迄个囡仔绝对是造得出的证。但你甲看卖，迄村长我造得出，伊两个叫来叫去，叫我喊你在你前面的。他没有啊，你管得我？我一摆哦，较大胆啊。讲一句话，你妈当会补天好不好？什么人都看得出来，村长会叫伊走地主哦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我讲的真相。也伊老张诶，因是伫演戏，你知？以前秀玲伊妈妈演戏应该变过较精彩，唔是我这人过分无迄个同情心啦。这社会实在是太现实、太可怕。你嘛知啊？天灾老爸过身了后，有足多人拢要夺阮的财产。你所看了，你所知的啊？好啦，我当要劝你哦，也无啥物路用啦。我就即摆去哦，我要死透哦，我要落目睭甲你看，看你摸你的全财产。变成一个孤苦的老查某，再见。哎，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，又让你多了个女儿。不过我还是恭喜你的。
但是我希望崔老爷，小爷，我家是挂紧哦，你先提起用户了，我看哦，你也是搬出以后啦，头家你有得讲啦，讲你搬一摆遐一挂家务啦，一挂物件啦，你讲拢是拢是笨事啦，叫我带来搬搬担上，我也不跟你搬搬上。在外去遐熬医哦，健康处健内面啦。你若是等大王哦，你住咧好好去找一个头路。现在这個社会哦，有病死的，无迄个无死的。算讲哦，你住伫这个所在，比较咱一个去死房死搁较好。啊，免占了一个互人看清。啊，娶秀玲哦，啊，系啊，啊秀玲哦，我煞袂见来娶来，来放踮咧厝的。你讲得真有理，我这做老爸才真开心。老弟，好，咱先来等，再搞赵老师处理就好啊。哎，对，健太，快走吧。哎，不要忘了把那堆垃圾呀、啊、要带回来呀、啊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不要给你们这边弄搅和化了啊。好好好好，我先来了啊。好了，再拜托你啊。生生意来啊！日子逐天都是过家咧糊里糊涂啦。除了讲你即卖大汉变了较乖以外吼，剩咧无一条。奇怪，你今日甲我讲遐多，是为着啥物啊？那为啥物？开工等下班啊！你唔免特别对我遐尼好啦。我多谢你甲我话多，但是我感觉你甲我妈妈是袂合，结婚一定麻烦。袂啦，问题是即卖。问题是哦，你即摆唔拿咧毛费啦，而且是乱来啦。啊，你硬敢互这狗囡仔，竟然咱食两个鸡屎啦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强子，你这囡仔是啥物态度啊呢？人咧讲哦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啦。啊，你竟然甲转来，唔就好好啊做，唔通讲无讲，我叫你转来一片好心嘛。哎，阿杰啊，今日较拜托，即摆是五点十分，是我食暗顿的时间呢。啊，啊，加班是七点以后的代志啊。啊。啊，不是我骂唔对人好无？啊，既然到安尼，你去老家创啊，啊唔紧侬食饭讲。啊，我到底等来啊啦。顾无看尔，林某够有心啊！哎，小拜托过，林某这两日踮阮家是真敏感、真麻烦，以后莫搁太提起啊！哦，我看你这世间偌久咧谈钱啊咧，啊散车贵一个啦，啊囡仔你看，你看死几堆啦！你家干啥啦？带你小方便啦，快进来啦！啊，我叫你来干啥？好，好啦。等一下，秀玲啊，俺来场地啊，老车。我落来挑一下空气，煞袂晒是吧？绝情的彼场梦，那随时我头望，为阮伸手牵你脚。我落来挑一下空气，煞袂晒是吧？晒有影吼？国英啊，啊你听听我一个等啥物啦？来，国英，来等啊。
你不赞成你妈妈结婚的？现在已经够麻烦了，他们结婚又不能改变什么。有什么麻烦的？秀英她爸姓李，我姓张，我弟姓许，在学校啊，我几乎成为大家讥笑的对象。既然大人也讥笑了，你又何必反对呢？那可不同啊。有什么不同啊？现在根本还不承认他是我的爸，他们又不是我的弟妹。要他们真正结婚啊，那我不就死定了，连解释都没有用。哎，我真搞不懂你们这年轻的孩子，这个脑子里面的想的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以你们这个岁数来说，应该是专心念书啊。这，你在乎他们说些什么呢？还有更难听的，要是换成你啊，保证你没办法专心念书。什么更难听？他们说我妈乱跟人家睡觉，才会有今天这种情形。心上依过去的双人，无意的来变成怨仇人。敢讲天意将咱来戏弄，缘分两字阮。我会一张绝情的